你收看的频道是牛奶大师师师师台。哦，闹事，闹事的家伙来了。ワイン、お前の隊長はどこかで死んだのか？なんだよその態度は。リーダーを探すなら自分で探せよ。こんなところで騒いでないで。俺はお前に聞いてんのか？何勝手に返事してんだ。まったく、これだから野蛮人に育てられた野良妖精は。なんだとこら！こいつめ。お兄ちゃん。やめた。もも、無視するんだ。ベイカーに何の用だ？バカか。用もないのに探すか。少し前に奴の家がディアウルフに襲撃されて何羽もの鶏がダメになったろ。それから数日後、なんとどうなったと思う？俺の鶏までいなくなったんだ。今回はディアウルフの襲撃じゃないぜ。仕方なくあちこちを探したんだ。田舎だから鶏が逃げるのもあり得るしな。すると偶然見たんだよ。ベイカーんとこの鶏が一羽も減ってないじゃないか。紛れもない事実の証拠が目の前にあるんだ。なんだ？お前のリーダーが俺の鶏を盗んだと疑っているんだ。ごちゃごちゃ喋って何を言うかと思ったら、濡れ衣を着せるのか。そうだよ。勝手に人のことを泥棒扱いするような下品な誰かと違って、私たちは暇じゃないからな。おや、どこから言葉遣いの悪い声が聞こえると思ったら、どこかで拾われたノロじゃないか。なんだ、その顔は野郎っていうのか。お前たち村人が森の番人を名乗って林の中を回っても何も守れていないじゃないか。哇，这种这种人真的很欠揍。アンゴラが野蛮人を宝として養うなんてたまらないぜ。その結果、正体不明の妖精まで養うのか。この金食い虫、金食い虫が。ニーチェさん、その言葉、おならみたいにブーブーうるさいぞ。もう一度俺の家族を侮辱してみろ。ワイン、あららら、ら言葉で勝てないと手を出すのか。フサルハイムに戻ったら叱るべき場所に報告させてもらうよ。野蛮人、野蛮人、野蛮人。誰が野蛮人だとこら。この空気の読めない野郎ぶっ倒してやる。お兄ちゃん、やれるもんならやってみな。このウザート観察士に手を挙げてみろ。フサルハイムでそんな役人を聞いたことないな。马上被戳破。ああ、構うもんか。ワイン、後始末を手伝うよ。祭司。なんだって、なんて大逆無道な言葉なんだ。天守聖女を送り届ける儀礼官のくせに、これとは。やれ、ワイン。おお、生气了。どうしてこんなことに。お前たち、よし、今日のところは。おい、みんな早く来いよ。え、市場の方から突然鶏が走ってきて捕まえきれないんだ。一体どこから来たんだ。真是这样。逃げ出したようだ。逃がすな、早く捕まえるんだ。変だな、ニワトリ。ウザートではよくこんなおかしなことが起きるのかい。そうだな、ここは山も川もきれいで資源が豊富だから、ウサギ狩りをしてても焼き鳥にありつけるのさ。当兔子都很蛮鸡的。はいはい、そうですか。モモ、俺ばあちゃんの得意料理の焼き鳥が食べたくなってきた。空気の読めない野郎とやるより、鶏を捕まえに行かないか。い
成賛成。行こう行こう。おい、見て見ぬふりするのか。俺が損害を受けた鶏はどうしてくれる。まだ言うか。あのな、リエラさんに掛け合ってこい。きつい一撃をもらえるぞ。お前、行こう行こう。もしもし、早く行かないと夜になるぞ。还有主角他们最后没有揍他。我真的很想揍他，没办法。何か用でも。要抓鸡对不对？我再回酒吧看一下。酒吧。应该是没剧情了。我们现在应该是回外婆家就好了。我往下看一下有没有什么剧情。难得真真跟乌乌客串来到这边，我们当然好好照顾他们啊，给他们多一点镜头，对不对？哎呦，我回来了。呀哈，みんな，看起来没有什么剧情。私は全よ。全よ。もう、ジェーンが一族を探したいって言うから、私たちはこの世界に来たのよ。有时候存档还是蛮久的。好，直接回外婆家吧。工商服务时间，说是要抓鸡，但到底要怎么抓呢？你想这么多，爽快也冲上去，全部都砍掉吧！所以赶紧前往市集区，见到任何逃生的鸡，拼命砍下去就对了。好残忍哦！咕咕咕咕！哎，弄踢的没反应。平常不会痛，好多鸡哦！哎，不要走，不要走，鸡鸡，好多鸡哦！嘿嘿，这边有，这边有，我跳上去。哎，他们会掉下来，好多只哦！好流氓，好残忍哦！先这样。耶，大丰收，大丰收！唱赛亚今天可有口福了，这都是托奈尔的福。为什么是托我的福呢？我看不下去了，整个体力活都我在干哎，人家现在眼里只有一个人，看不到你吗？嗯？对啊，就像很多人曾经那么奇异诸神谢天地，就忘记风主和和平是谁在维护了。我当然是很感谢瓦英啊，刚刚真的好身手。哎哦耶，又是你，现在怎样？来不及了，待会晚餐做没你的份。哥哥怎么对远道而来的客人这样呢？还对诸神这么不敬？你本来就知道，我一向不信这一套了吧？嗯，女亲的家伙呢？刚刚还在的。话说，我们鸡有这么少吗？哦，原来偷鸡哦。怎么样？被偷了、啊？怎么样？少了一半啊！可恶的粉红西瓜头，说别人是贼，就我自己才是贼。我想要找他算账去。别这样，什么事情没注意？再说，我们也没有直接的证据。可是，这明明是扭曲干的啊！没办法喽，我们是好人，好人做事是讲证据的。哎，双赛亚，虽然你不骂人不带脏字，可我觉得你反而讲的比较难听耶。
哈哈哈，管他难听不难听，反正鸡被偷了，下次不要被我人赃俱获。哎哼哼，你老大口头禅感染啊。哥哥，算了，剩下的鸡已经很充足了，不要跟人家起冲突了嘛。哼哼。好，走吧。好，直接回外婆家。第一章好像就有三话，我现在已经到第二话了，所以可能很快就结束了。然后有人说第一章的剧情大概是七个小时，我现在也才玩三个小时，但是我玩得很慢。等等，哎，现在去哪里？不是要煮鸡吗？所以要回哪里啊？兄弟酒吧吗？好吧，我们就去酒吧吧。果然是回兄弟酒吧。今天表演就到此为止，谢谢大家的捧场。哦，没语音了。要是以后再也看不到这么精彩的表演，我该怎么办啊？谢谢大家。好可惜，音游师的表演已经结束了。还不断在神经病扭气，在那边大吵大闹浪费时间，还是要听我跟川山雅一起唱诗呢？好啊，好啊，别帮我揽工作啊，那我也可以出专辑了。安奈送，然后都被拿走了。你说什么？那叫好大的胆子，连我仆人都斜杠一杆抢，该不是扭气吧？说仆人也太失礼了，因为他们也帮了不少忙，应该叫伙伴吧。还有小安，那个不叫被拿走，是被抢。好了，就讲法而已嘛，伙伴伙伴，我毛慕容的小可爱伙伴。咦，我被抢了吗？你现在意识到吗？哎，东西还是先点他回来再说啊。真正，哎，才刚赚了九千，想说这可以好好喝不醉不归的书，那些家伙真的找麻烦呢。你也是喜欢侯塔拉的同好吗？侯塔拉？那是我们二杀土的方言，是畅快喝光一杯酒的意思。好像如此，要不要一起侯塔拉？哦，侯塔拉，台语吗？不是啊，怎么换你变喝酒了？请问发生什么事的吗？是啊是啊，发生什么事的？有困难只要告诉我们。热心助人的伸手者，古拉热肠的东道主，路见不平的正义之士，哇塞！萨里姆大人准没错。喂喂，你是嫌我太闲吗？就是没事嘛。喂，你是心机鬼，想支开我们这些电灯泡是吧？然后再跟奈儿独处是吧？是吧？是吧？初夏大哥想跟奈儿独处吗？有什么事呢？没事。你还是省省吧，就凭我们家妹妹的天然呆，你干脆找一个清纯小正太机会还比较高。你才不是妖精，是妖怪。嘿，胆子大了哦。你们讲话还有趣，其实一点不困难啊，只是有点麻烦而已。加上侯大的模式已经开启了，现在又真是扫兴。各位真是抱歉，真正一旦放在酒瘾，就什么事都不想管了。哎，跟我们家妈妈还真像。请问究竟什么事呢？是这样的，这位是我的仆人，不，我是说伙伴。你不要再瞪我。要是讲什么？好难记，这样就交给你们了。你们好，我是来自南方的刚努尔，我叫安奈颂。旁边这一位是土拨一族的吱吱讲，吱吱吱，你们好。哎呀，这不是安古拉的旅者，隧道的艺术家，地表下的温暖朋友。土拨就土拨，你也真能扯。吱吱讲你好，吱吱没你好，没你好棒棒。跟我们这一群忙碌的色情狂吗？土拨的习性问题，我们先不要追究。请问是遇到什么麻烦了呢？这位安古拉的疾风，云顶上的逐日者，长耳朵的旅行家。安奈颂小姐，哇啊！真正主人，我喜欢这个男生，可以娶回家吗？咦，还不错哦，不然换这个好了。不可以啦，乖，不可以，而且这是嫁，不是娶。你还是简单说明一下发生什么事吧。好的。刚刚我在牧羊者草原发现一个地洞，就往里面探险去了，结果遇到土拨一族的人，然后他们就把我东西给拿走了。
这还是够简短。是什么东西被拿走啊？是一个刚用刚耳如猎豹的毛皮做成的皮布袋，那个袋子很厉害，多少东西都装进去哦，是很厉害的魔法八宝袋。我都是用那个袋子帮真正主人搬东西的。刚耳如猎豹的毛皮这么神啊，那不是可以装很多久？可以哦，想要装的都可以装，还可以把人装进去带走哦。没错，说起来暗暗才几遍，可是我们敷衍了，可不是随便的刚耳如猎豹皮就行，这是魔法毛皮。你别瞎起哄，反正结论就是呢，小安安的袋子被抢走了，我们可以趁土拨们乱用袋子之前拿回来才行。可是你们看这些孩子们都傻愣傻愣的，我们家的珍珍现在又犯了懒病，伤脑筋了。牧羊者草原底下的土拨啊，一群麻烦的家伙啊。喂，你知道他们就那个披上牧羊的风车路，再过去牧羊草原那个草原地洞啊，那个土拨看到人就丢石头，很烦。反正是一群色土拨，那边有个疗效的温泉，本来大家还会去泡，结果男生去被丢石头，女生去都被偷衣服，那也不是也被偷过。是啊，那次就只剩下一条浴巾，要不是哥哥来救奈尔，还真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后来九大道知道这件事情后很生气，但是一群人把洞口给填平了。难道那个路口的挡骨快垮掉了吗？剩一条浴巾，你这你为什么在那里啊？晃在那里？那能帮我们拿回袋子吗？我靠，你也借得太顺了吧！我们会给予适当的谢礼的。都要吃饭的说，我相信伸手者肯定愿意帮助落难的女人。既然把伸手者搬出来，好了，帮就帮。庄太阳，我们走。奈尔一起去吧，这样好吗？那地洞很危险的。没问题的，奈尔会照顾自己，而且土拨对女孩子都很温柔的。超营养大鸡排嘞。对老娘就没有很温柔，石头还不是倒掉？我才想你怎么刚才一直对土拨很有意见，就是因为这个啊！啰嗦。对了，那些土拨带着我的袋子，好像往地洞的深处钻了进去。我靠，这种事情要先讲啊！没问题的，因为土拨王也在，只是讲说有看到。有，土拨王超大只。哎，这是烧脑筋，可是人家都答应我们的。干嘛？去就去嘛，谁怕谁？不过这个土拨王。那就麻烦各位了，没问题的，请在这边稍等我们回来。好哟，事成之后，那我们给大家好好喝一杯。那我现在先喝了预祝顺利的酒，有酒。OK， 逃跑土拨王，夺回宝物，踏出站开始。好，我们走。我们跟这个芝芝讲。好可惜哦。我想他们不会马上离开二煞图，以后再陪你们来碰碰运气。他说以后呢？到底是多久以后呢？那这里简单一句想到好远好周全啊！这位姐姐，你的心思啊非常之脏啊！这位老弟，我认为能立刻理解我在说什么的阁下，心思也没有存进到哪里去呀、啊。两位，我都听得到哦。不能跟芝芝讲讲话哎、欸。跟呜呜讲话。もう。好一样。ジェーンが一族を探したいって言うから、また。好，我们来到这个原本的草原这边了，然后这边一个橘落，可以打他吗？可以。什么？嘿，应该快到了吧？其实我也不知道那个在哪里，我就随便走。